哇塞，兄弟们，真的是一盒拆出一张黑贝耶！涵涵，听说这个神王宝莉的两元宝很难拆，是不是呀？卡是不是啊？对啊，这个黑贝很难拆的，四五盒的话都不一定能拆出来。那这边有20盒去运包，我们看看20盒去运包能出几张黑贝。好耶！有粉丝说呢，有一个挑黑贝的诀窍，如果这个标跟这个友谊永恒卡对齐的话，就是必出黑贝哦。让我这边挑一挑，哎，就这一包吧。像这种的话，就有很大概率开出黑贝哦。你们看，这样子一条直线上面，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拆出黑贝呢？来吧，准备好卡盒，这边开拆，出来出来，把卡位给挑出来，一张纸贝，来来来，哦，又一张纸贝，不错。一张白贝也不错，哎，紫贝来了，又一张紫贝，运气杠杠的呀！哦哦哦，又一张紫贝，完美！再来，开拆！小伙伴们，麻烦点个小心心吧，谢谢你们了。来来来，紫贝不错不错。哎哎哎，怎么没有了？这一列就这么点吗？不行啊，再来，看看这个了。来来来，来吧来吧，有没有纸贝？哎，又没有，什么情况？就这么点吗？那看看这个了，剪开来，黑贝黑贝，来来来，黑贝黑贝，这么难出吗？哎，一张纸贝也没有吗？这边，我不信，怎么可能会一张纸贝白贝都没有的呢？哎呀，真的没有呀，继续。看看这个，来来来，好卡好卡，看看看看，纸贝纸贝纸贝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就一张白贝吗？纸贝呢？纸贝，又是一张白贝。好了，最后的希望了，来吧，最后的希望，出来出来出来，看看吧，最后的希望，一张纸贝，哦，又一张，哎，又一张纸贝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一张白贝！哎哎哎，兄弟们，你们看你们看，哇塞，一张黑贝！哇塞，兄弟们，真的是一盒拆出一张黑贝耶！好了，来，让我们看看白贝。迪杰小马、苹果夹耳、夹心糖果，都是迪杰小马，重复了。看看紫贝，睡龙、皮皮、大熊、从前女王、睡龙、睡龙、皮皮。还有最后一张碧琪，好了，看看这一张了，看看是什么，看看是什么，哎哎哎哎哎，是一张可爱的碧琪，哇塞，真的是一盒开出一张黑贝呀，兄弟们，粉丝诚不欺我呀。